怎么着你找死啊？蔡医生，这不错，这真的不错。我就一块儿。对牛弹琴。啊！我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，你有多久没去看孩子了？没几天，没几天。你抽个时间去看呀。知道了，老婆。你别光知道，你得听我的。好。队长，中心县商区的所有监控我们都调查了一遍，没有灰色帽衫。而且他的手机信号进入水下之后就一直没有活跃。我推测，他应该是把手机给销毁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都下班吧，忙了好几天了。好。队长。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事，我可以陪你。不用。队长，我那个老陆啊，不用你陪，他有人陪。没事，我加班了。你陪陪我，不用加班。我请你看电影，老许请你吃薯片。老许，谢谢啊。走。我不吃薯片。那是我加餐呢。什么日子啊？没什么日子。我听队友说，你跟依然姐在一起十年了，感情特别好，而且听说你们近期就要结婚了，是不是选择8月3号求婚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就八卦一下嘛。天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我一个人回家也没啥事儿，我想留下来跟队长学习一下呢。队长，这些灰色区域啥意思啊？这些灰色区域啊，是中心县商区的监控盲区。我们追踪灰色帽衫，就一直在这个灰色的区域内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监控录像里边看不到灰色帽衫的原因。他之前应该已经勘察过这里，所以当他进入中心县商圈以后，他一直在沿着这些盲区活动。中心县商区的地形结构复杂，摄像头又特别多，这个人能够一直避开摄像头在盲区内行动，
这难度系数有点高吧？事实证明他已经做到了。这个人有点厉害啊，他为什么选择中心线上去呢？如果我是他，我杀了人，不管是仇杀还是情杀，我肯定是先逃跑，我怎么可能还会去一个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呢？所以啊，他来这儿一定是有动机的。哎，老许，我们找个时间去中心线商区复勘一下，说不定可以发现新的线索。好。喂，劳退的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我早上遛狗的时候。依然他们呢？在路上了，应该马上就到。我天啊，这也太逼真了吧！拍照，材质跟上回的一模一样。怎么办？等依然他们到了再说。老许，在哪儿发现的？那边，河堤下面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今天清晨6点多钟。咋了？怎么了？我认识他。你认识他？他叫陈丽君，是我高中学姐。上个月校庆，我们刚见过面。你确定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人吗？非常确定。你看他微信头像。哇，真的是同一个人啊！阴道那边的破损情况和一斌一样，皮损情况也十分相似，像是动物留下来的。这么看起来，我觉得凶手一定非常了解陈立军。这个甲是在体型上和陈立军十分相似，我觉得有可能和一斌的情况一样，1:1翻版。看来需要找陈立军谈一下了。啊，要不要帮你问一下？先不用了，我先走队内程序吧。气死我了！这个陈立军的秘书实在是太拽了，就像个大爷一样，好像我欠他几百万似的。什么我们程总最近很忙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兴趣，也没有义务配合警方的调查。如果需要他配合警方的调查，需要先跟他的律师联系。财大气粗呗。反正我后来跟他说话的态度非常严肃，我说程立军作为中国公民，他有责任也有义务配合我们警方调查。然后他看我说话这么严肃，他说话的语气也变软了很多，他就说什么程总最近很忙了，工作行程安排得很紧凑了，如果需要配合调查的话，他就尽量安排。好了好了，他在商界的影响力很大，估计是怕这件事影响到他吧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再想想吧。他叫陈丽君，是我高中学姐。Remember to extend your arms fully. 。Feel what everybody's doing. In sync. Five,
微信不回，打的电话也。你又给我说话呀？发短信，好吧？我现在一听你说话，我就想转文字。团出去，我想静静。哪个静静？出去。来！谁来了？静静来了还是？啊！唐风，他人呢？电话联系不上，微信没回。你不是跟我说他每天都来排练的吗？是之前每天都来，谁知道这出什么状况了？今天已经是二号了，离我们公演没几天了。靳团长，你知道这次公演对于我来说有多么重要吗？非常重要。所以说，靳团长，你不会给我搞砸的，对吧？当然。跑茶去你。现在如果从外面请一个女演员的话，还来得及吗？其实我找了，但估计是来不及了，没有时间排练，而且这些舞蹈的动作难度太大。这个女孩跳得怎么样啊？她的身材和长相还不错。这比崔善还是差点儿。差多少？差太远了。那你这是要搞砸的节奏啊！你放心，我们再想其他办法，一定不耽误公演。一群废物！依然姐，依然姐，哎，一彤来了。一彤，坐啊。对了，喝点什么？喝水就行了。行。来，喝水。怎么样，海港市待得还习惯吗？其实我本来就是这里人，只不过领导觉得我太小了，想让我出去锻炼几年，所以我就去了青兰市工作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就觉得你长得好美，跟队长好般配。谢谢。那天我看他在8月3号那里画了一个圆圈圈，我猜他是要跟你求婚。他的日历上全是他画的圆圈。哦，是吗？我今天找你是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。嗯，你说。我们启动了对程立军的调查，但是他特别不配合。我记得你跟他是校友，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你帮我中间牵个线，这样我好跟他沟通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想让我帮你先联系他，对吧？嗯，但我知道这不算你的工作范畴。我也是警察，虽然我做的是法医，但是咱们的工作目标是一样的嘛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有消息的话我随时跟你说。嗯，我看你挺忙的，那我不打扰了。行。哎，好。慢走啊。依然姐，我等着吃你喜糖。好，拜拜。老陆啊，我给你做了几道菜，趁热吃。我看你好几天都没好好吃过。陆霄，陆霄。你来了，
年快乐。你还记得？漂亮吗？喝点吧。嗯。蓝龙，你变浪漫了。谁还不会这个呀？你不是不能喝酒吗？我报备过了。那怎么？我跟我老婆十周年纪念日，我还不能喝点酒啊？谁是你老婆啊？马上就是了呀，你还想逃啊？哎，我这布的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，有进步。我跟你说啊，布这个东西啊，比破案难，真的。我喜欢的红酒，还有我一直想要的浪漫。浪漫这个东西需要时间慢慢进步。什么时候向我求婚？求婚这个事情嘛，它是有的时候讲究一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谁知道是不是你的借口？真的。骗。真的。骗人。真的。我不信。我不信。我怎么？我讨厌。你讨厌。星期六，你醒了？一夜都没睡着。你怎么不睡觉呢？我今天约了专案组的会议，所以我得早点过去。今天请假了？那正好补一觉啊，赶紧睡吧。我去看我爸。今天是叔叔的忌日是吧？不是，我太忙了，我这一忙起来我就是什么都忘了。那你去忙吧，东西和花我都替你买好了，你放心，他不会管你的。啊，那你赶紧去吧，不然我该迟到了。行，那我走了。
爸，东霄今天加班，等他过两天不忙了，我就带他来看你。你说说看啊，还真是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个门。我就是想让陆霄跟我求个婚，结果是他磨叽来磨叽去的，迟迟不肯下手。是不是跟你一个样啊？都是大直男。爸，你放心吧，你女儿我今年怎么着都嫁出去了。我有预感的。哎，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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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工资啊就是发的。尊敬的客户您好，想不想成为真正的自己？乱七八糟。今天是周六，发工资等后天吧。喂，你好，老板。那我是陆霄，就是给您订戒指的那个人。我得跟你说一下啊，真的挺抱歉的，因为，我们都是8月3号发工资，但是今天正好碰上周六了，你看能不能再延两天？我说陆老板，咱们之前说好的是6个月，现在都6个半月了。哎，不是，你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的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是是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不合适。那个，周一到账了，我马上转给你，我保证。我再信你一回，可别再晚了。
Thank you.